有请分享嘉宾周小鹏。大家好，我叫周小鹏，我是一名婚恋心理咨询师，我从事这一行啊快20年了。我为上万个家庭做过修复咨询还有培训，在这20多年里，我见过各种不幸福的家庭，也遇到过五花八门的婚姻难题。但我发现拥有幸福的家庭真的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么多年来总结出来的，也是最重要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幸福家庭的密码，那就是千万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可能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疑惑，家不就是一个卸下伪装的地方吗？情绪都不能带回家，那我能带到哪儿？别着急，你先听我讲个例子。在我咨询室啊，有一对来找我咨询的夫妻，他俩是长期不说话，老公是下班后哪怕在车里待着都不愿意早回家。有一次老婆出差一周，老公竟然是一个电话一条微信都没有给老婆联系过，老婆受不了了，就想要离婚。我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觉得老公有问题。但这个老公在咨询的时候跟我说啊，我妻子工作是客服，我理解她容易受委屈，但她每天回家就是板着脸做饭，板着脸吃饭，板着脸跟他说几句话，他也板着脸，孩子不听话他还板着脸，你感觉啊就是我们在惹他生气，所以我不想和他说话，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所以你看到没，一个家庭幸不幸福真的就是从你进家门那一刻就注定的。所以不要把情绪带回家，是因为你进门时的脸色就决定了你的家庭氛围。心理学家乐温他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场理论，他跟我们说到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生活空间，简称生活空间，就跟我们的生活空间一样，我们的心理也是有空间的。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场总是负能量爆棚，那他的生活空间也就会负能量爆棚，负能量的场就会妨碍沟通，让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变糟糕。所以你看看你身边，是不是有些夫妻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的？结婚很多年了，有1/3的时间呢两人不沟通不交流，所有说的话都是事务性的，比如吃饭睡觉，你去接一下孩子，周末要回妈妈家，用词用句短小精干，绝对没有半句废话，闲聊问候关心基本是没有的，感觉是好不容易成了一个家，还不如孤家寡人活得潇洒，有个人呢还不如没个人，感觉自己特别的孤独寂寞冷。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诉苦，我都说，如果你希望家里啊温和一些暖和一些，非常简单，你先照一下镜子，看看镜子里你自己脸上是什么神态的。如果你在家里都不笑，你的家里啊怎么可能温暖明亮呢？说到这里啊，我还想再跟你分享一下，在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著名的首因效应，是指啊人际交往当中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在对方的脑海里占据主导位置。家庭啊本质上就是一个更深的人际交往，虽然家人们每天都会见面，但你每天进家门那一刻就是当天你给家人的第一印象。如果一个人每天回到家这一刻就是黑着脸像黑旋风一样，这久而久之啊给家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个脾气怪异心情不好永远不高兴的人，这样的负面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家人的行为，影响他们的心情和家庭的氛围。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因为你进门时的心情真的决定了你家庭的走向。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丈夫来找我，他希望我帮他劝回非要离婚的妻子。我就问他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他说哎呀其实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他回家的时候呢，妻子让他出去买根葱，他说你怎么不自己去啊，你就会指使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因为你发泄情绪的方式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我曾经还有这样一个咨询，这个女孩啊很想结婚但不敢结，因为她从小有一个心理阴影，她的父母总是吵架，在她的记忆里很少有一家人开开心心坐在一起吃顿饭看个电视的时候，每天呢不是爸爸发脾气就是妈妈在抱怨，她放学回家只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逃避爸爸妈妈，
所以她特别害怕结婚，她觉得结婚了她就会和老公也变成爸爸妈妈这样的相处模式。所以你看，这些父母平日里不好好处理和伴侣关系的人，不去认真的搞好家庭氛围，在孩子适婚年龄的时候却要求孩子一定要结婚生子的父母，并且要求他们婚姻幸福的人，怎么做得到呢？孩子对家庭的印象就是你们黑脸和吵架，那他用什么方式来幸福呢？相反，那些懂得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外的父母，孩子看到了总是笑脸，感受到的是平和，学习到的就是理性的沟通，还要解决问题。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和身体力行的以身作则，才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不结婚不生小孩，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吗？就不会受委屈受压力了吗？那么那些外面的压力和情绪和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不要把你今天的坏情绪变成你孩子未来不幸福的导火索，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因为所有的坏情绪最后买单的都是你自己。我还有一个咨询客户，自己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一回家所有人就做鸟兽散，各回各屋，家一下框冷静下来了，而且家里谁的事情都不给他说，怕他发脾气，他觉得自己是被这个家排挤了。我还遇到过很多人对自己的家庭真的是尽心尽责，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每天给家人一日三餐都是精挑细选的搭配，孩子特长班啊，他们真的比孩子上的还认真，自己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给伴侣买一身好的行头出去，特别让伴侣有面子。可就是因为情绪大，喜欢唠叨，喜欢抱怨，有点事情就爆炸，最后家里人呢不仅不感谢，还老想逃离。情绪它就是一种传染病，开心和生气都是两种非常容易传染的情绪，当你的情绪是越平静的，所有人在你的身边就会觉得哎呀好放松啊，就会想围在你的身边，也更容易关心你体贴你，而如果你总是眉头紧皱，那别人也会觉得和你在一起很紧张，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孤单，不被人理解。所以不要说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们怎么不理解这种话，因为刀子就一定会伤人，你自己情绪发泄了觉得畅快了，却要求家人受了伤还要包容你，就算刚开始他们可以因为爱你而做到，但时间长了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需要的是什么？幸福的场，而幸福的场就是好的情绪场。我们在外奔波早出晚归，哪怕忍受白眼受尽委屈，为的啊，也不过是家里那一盏为你开着灯，那一碗为你热好的粥。既然我们的出发是为此，那回来的时候也不能忘初心。虽然我们说家是港湾，家是卸下伪装地方，但是这不是我们可以随意给家人发泄情绪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家是港湾，是底气，是退路，我们才应该把所有的坏东西留在外面，把所有的好带回家。所以每一次打开家门之前，不妨做三次深呼吸，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抛在门外，然后用最真诚的笑脸去面对我们最最可爱的家人。所以来，我们来试一下咧开嘴微笑。了不起的时代，了不起的分享，我是分享嘉宾周小鹏，谢谢大家。家不是情绪的垃圾场，而是我们最可靠的港湾。不要在无意中伤害我们最亲近的家人，让我们一起做那盏最温暖的灯。